女子组合 TWICE 出演的美国深夜的人气脱口秀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， 以充满魅力的样子让观众们欢呼卓越。TWICE 在5月18日的下午当地时间出演了美国 CBS 著名节目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， 为组合出道以来首张的英文单曲 The Fuse 带来了铜管乐器版本的舞台。九名成员的表演就像是被邀请到参加华丽的表演一样，从充分展现欢快的 disco 节奏，充满魅力的动感舞蹈构成的梦幻般的群舞，爽快的舞姿，完美的舞台风度，不仅吸引了摄影棚中的现场观众，还吸引了当地甚至是 YouTube 上一些观众收看哦。